我再拆掉给。不会不会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拿。我有带，我有带。左把，没有球。不用计时，看前面，头抬起来看前面。雷梅，那个，我，边线，那玩边线如果双边线，两，行，一脚。那个谁，那个雷鸣，王帅，我这个。OK 吗？对，对对，来。再接留一个。还是差一点。教练，如果那个边线里面他们球门进四两名，可以一点就可以啊。进凯要防守。焦靖凯防守哎，他们看到后面有人漏掉了，到一个三角形啊，靖凯顾中间，没关系，不用了，真的吗？可以的 ，OK， 谢谢，远的可不可以？看前面。跟上雷鸣，快接上！金凯，一个上去压，来，四个上，上去，哎，三。他们会有一个人在这里，他们这里，他们有一个人在这里，对，
这时候呢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不用看比赛，看这里。这时候呢，磊明，你就是要拉，先做二，冲上来，传，不见，冲上来，好，打远了，找一边做多打少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不用再去磊明，因为他后面会守你两个人，所以你就不要就不能利用到磊明的那个空间，你们要自己创造空间。所以他掉过来这边的时候，我要跑后方。说进来那个。边线球，你看这里，不用没关系。边线球，你看，修浩，你刚刚是进海接，你直接叫海接一脚回传，进凯非常好 ，good， 非常好，你跑得很好，可是你没有，超，两，是这个，做得很好 ，OK 吧？对，一脚，对，这个传球，对对。OK没关系，你们不用管。现在把我们昨天比赛赢也没有意义，懂吗？刚刚那个做得很好，靖凯是要叫他，海杰你要看到远的，来，方面进去，正切进去。你觉得？你觉得正？你觉得？先四个准备，走，我直接分两组去。这组打四赢，这组打三赢，因为有磊明。很高，很高。防守。他们三个带立翔。对啊，带立翔对啊。等一下再换带林翔。等下再见。他们的球。等一下我们的球四个下来。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让。阳明、绿城、做凯乐加磊明四个打一次三一，我看看。反正今天现在这场比赛应该就是给我练习用的。三打，二个，又射给守门员接，还。拦截，不要杨敏拉，直线可以接，跟上，四个下，跑步。上去发球，面球可以做，进卡可以直接射。全号球二杆，还有两个，太远了啦，交进，短了。他好像拿走还是？会滑，最后滑，钉子太短了，钉子太短了。磊明的钉，可后退一点，漏死掉就。边线球，进来。
来接。很有危险，那当然有危险。哎，靖凯，他们进攻，你要留下。防守一个，守一个。大家，雷鸣，你的防守，哎，注意那个焦靖凯，那个不要乱指挥，高，再来。三个点先上，交进来，雷鸣，开始，啊，开，走，拿进去先开。拉到边线，挡了，中。跟上，焦靖凯要走路，选好那个很好，进去。你们害磊明一个在单打，跟上就有人帮忙了。来三，近一点，保。一呀。不要进去，不要！为什么要进去？谁要？谁要那个？你要来！一队，王轩啊，那个三，进去会压缩的。进来。这个，那个，一二三四，你等下跟，就我们上次说的，今天对没？人盯人就做。防守，防守，小哥，小哥防守，再做一次，海杰射，靖凯挡海杰射，位置错了。他们防守的那边路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边路的空间？你看，挡进来，这个人就不要跑进来，看到吗？你看，需要吗？忘记一个东西，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的空间会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边路，两边的边路。那我们要怎么创造边路的空间？来看这里，传，挡人进来，中间是不能传。这个先不要跑，先在这里边。来停，还有。
所以巡浩，你跟他这样子挡完，中间啊，你看你拉在这里，他是可以，他只要上来，你可以，好，那要把他想法有了，那我们要把它实现，知道吗？把它做出来，再来，干脆一点，很好 ，OK 吗？再来那个，就不要急着要开，等大家位置。我觉得刚刚你，对不对？雷鸣，先把，不要马上跑进去，先挡，你看他传出来就跑二杆 ，OK 吗？裁判叫吧，不用理他，秒数。喝水，喝水。好球，林强，再来。投台。嘴巴闭起来，哎，你嘴巴。我们已经赢很多颗了，给对手一点尊重，知道吗？我们可以练东西，可是我们不要在那边大吼大叫，懂吗？今天比赛是很好的，可是今天没有，我们今天需要练习，我们比赛要回来，玉成，杨明。再接，跟看一下中间。哎，什么东西？杨明的背向，这样，这个，你好慢。
没有。哎，很好，非常 good。四个下来。看球，你看，交，他在哪里？我在哪个位置？原来我是前。对，等一下那个。一二三，两，嗯，海鲜吧，雷鸣，收，不要，拉，走。四个，这个宝宝，先守，快上去，快。绿城二杆呐，选好准备哦。阳明。
绿神头台甲看。真好。嗯。是吧？我不知道有没有算。等一下，下一个出界，我们的球啊！对啊，四个。你当，不要开玩笑哦。依安，还是给你一句好了。好的。依安，依安手套拿下，我给你踢一下，给你踢啊，对吧？你都没有踢到，给你踢一下，不会。没关系，上去。快直接射！一下有空就直接射。对，有空。呀，太直接射了。哇！好球。对吧？对，够，对对，对对对，找对，看前面一对一可不可以？很好。要射了，哎呀！立场，一样要准备，要等，可以转身的。
看前面。纪律要，哎，排，排一排，我看见没有？回去再聊，行。